各位。那亲爱的朋友们，今晚的音乐会呢，不仅是给大家带来了一场听觉上的享受，更是一场文化的盛宴，带领我们穿越时空，感受那久远的古风遗韵。无论是从气势磅礴的赛龙夺锦，还是到悠扬生动的插秧曲，每一首乐曲都把我们带入一个如诗如画的世界。每当琴声响起，每当锣鼓震天，那些埋藏在记忆里的故乡情怀都被重新唤醒。正是有了像南加州中国国乐团这样不懈努力的文化使者，中国民族音乐才能在世界的舞台上被欣赏、被传承，做典范、做榜样。衷心感谢每一位观众的热情参与和支持，你们的掌声和欢呼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认可。希望今晚的音乐会能够在你们心中留下美好的记忆，激发你们对中国民族音乐的热爱。亲爱的朋友们，南加州中国国乐团赛龙夺锦名曲绽放音乐会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音乐无国界，文化传四方，让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继续用音乐传递友谊，传递和谐，共同谱写美好新篇章。再次感谢每一位好朋友对中国传统民族音乐的热爱与支持，也恳请大家再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南加州中国国乐团。再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国乐团的荣誉董事长苏市长，我们的现任团长乔欣老师，我们的指挥邢长征老师，以及我们的艺术总监刘洋老师，感谢各位以及台上所有的艺术家们，感谢各位。Many thanks to the musicians and artists for an amazing performance tonight, and thank you everybody for coming and enjoying the evening with all of us. We hope to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 you.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明年再见。